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现在各位来为各位来示范如何冲那个加三密魔戒指。首先，我们先冲到加一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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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简单嘛。让我确认一下，奇怪了，这个这么难吗？赚50%啊，怎么会很难呢？奇怪，看不懂。但加上卖20000，1 2 2 2 2 2，哇，削爆！我、哦、看我赚爆了，看一下，干这么简单？怎么可能？我看错，各位观众。我三颗哎 ，kill！ 我靠！哎、欸，赚六万哎、欸，我才花不到10000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削爆嘞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是削爆嘞、欸！靠，这么简单？看我还补两栋哎！我操，一颗20000，三卖什么鬼啊？等等，一颗，两颗。然后这边魔法防御再补，哇！削爆！赚爆了，还有一颗可以自己带着用，物防还加一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你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冲装消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